不觉得有时候爸妈真的很烦吗？工作都担心不完了，这种琐事就别来了吧。I confess my emptiness stays more or less。开始了，是啊，看着你先，哇，先好，你啊，你知道你很忙，所以就用录影片跟你聊天。爸爸妈妈很厉害吧？你在外面工作很辛苦，很忙，很用功，很努力，我们都知道，所以你一定行的，加油哦！爸爸妈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照顾好自己的。如果累了，就回来，爸爸妈妈等你回家。今天回家吃饭吧。